开门儿，送外卖的。订外卖。Hello，老板娘。你干啥来着？我，你干啥呀？你咋的？怕咋的呀？害怕？我这不合计你昨天肚子疼吗？我这一会儿上班给你带来点早餐，吃饭了那你来，你咋不告诉我一声啊？给你个惊喜，不惊喜吗？衣服都没换，穿个睡衣。你这咋一会儿要去店里了？那你进来坐会儿啊。我方便吗？你看看这里面有什么红糖啊，还有暖宝宝啊。一会儿你去店里前，你就是这个喝的，然后这个是贴着点儿，然后啊，对了，这个打开，这我拿走，省着这凉，到时候你又喝了。哦哦。我吃过了，吃完了，那你不行，一会儿把这个你给垫。这个喂狗吧。别走。那个不行，拿一会儿店里实在没人吃，你就喂溜溜呢，到时候。我那个。咋的呀？啊？咋的呀？笑啥呀？哎，干啥呀？关门干啥呀？咋？啥意思啊？只是现在特别弱小无助。吓死你！害怕不？有点紧张。啊，还害怕？有点紧张。行了，不逗你了，一会儿上班了，我就路过看看你，想你了。我看你也不想我，看你。想。想啥呀？你用嘴想的吗？那。我信掏出来给你看看啊！大可不必。就是莫名其妙的，就是有一点害羞。为啥呀？就是跟外边的感觉不一样，有点害羞。那你走吧，那我一会儿上班了。撵我？那我让你进来，你又不进。那你不能在这儿，是不是屋里藏人了？我看看来，藏个小男人，藏个小男人，不一定是一个吧？行，不许闹，我走了。真不进去？不了，你这也要工作了，我一会儿也得拿了。那行吧。我行吧，你小死人，走了。拜拜。